OK 的。好，完美，上课结束。什么？我饿了，我饿了，节目组。上课饭都不给我们吃的。节目组，快点什么果盘啊，什么。奶茶。只有一个奶茶。只给我们喝奶茶。啊？啊？还有冰块。我点的一点点去哪了？你，我，你贴呀！你贴呀！谁要这样喝奶茶？那我的珍珠呢？看不见啊！啊，来，又来了！啊，又来了！没想到我的第一期我就下跪了。那吸管呢？没有吸管。那珍珠我还得把奶茶全部喝完了，才能把珍珠倒进去。姐妹们，喝茶吧。干了这杯茶。干了这杯茶。干杯。好感动。嗯。哦，好凉。我想知道怎么喝到那个珍珠。那抖一下在杯子里面，把漾上来。抖一下，把漾上来。这简直了，你掏走了喝奶茶的魂。所以这是两杯搞定我们四个人是吗？我觉得一杯搞定了我们四个人。小心，我从来不写小作文的孟佳可能为了爱乐之城要写小作文了。现在我就拿本本记下来为我们做了些什么。哎，帮你拿吸管了。来这怎么这怎么吸得出来珍珠呢？你给我来，你给我吸吸看。我觉得吸不出的，吸不出的。喝个奶茶好累啊！哦，这样子，好累。还可以戳，我告诉你，你戳，戳得起来。我先把脸藏进去找一找，真的，咕噜咕水。我们要求好低啊！哎，喝不上来。你那个喝不上来，他那个因为是纸的。哎呦！没有 ，get 一个新技能。哎，爱乐之旅的五大男团，一大男团。这五位成员，你把这个漏了啊？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他可能 solo 吧，solo 歌手吧，可能。我们在大哥棚里面已经习惯了。哦啊，你们是大哥的，你们才晓得啊？所以我们所有人都是原班人马，从大哥搬到了这里。非常了解我们，搬到了这里。哇，那你们五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要小心一点。铁金刚。知道太多我们的秘密。我们有一天晚上在宿舍拔罐，以为把线拔了，结果没有。讲了两个小时的时候，那个摄像镜头突然动了，然后所有的人都安静了，然后说：“你刚刚都听到了吗？”要睡觉了，你微小一点了。悠悠，是你先激起战斗，是你先挑起战争的。你不动，我不动；你不动，我就不动。你把琴放下，不。壮士，收手吧！大圣，收了神通吧！不，那不要逼我！哦，你这，你看，有没有要出那个？对，洗个大粉儿，又要来了吗？哎呦，我没有办法，这
这么灵活啊，真的吗？脚趾可以这样动的。